走吧，我要出战士装，带着疾跑。为什么要跑？我打不过不跑，那不是纯挨揍吗？是不是就跟对线一样？你打不过，你不能硬打。你怎么也能补三刀啊？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不合理，你觉得呢？什么？你过来 A 了我一下？会玩？疾跑也有疾跑的好处，追能力比较强，这个药得吃，我这波不走，他跑不了，跟诺手一样，那么疾跑一开，他很难往后走，吹两金修吧，扎他一下 ，WA 要 Q 一下。尽早塔一下小兵视野、两级 Q 还是很痛的，这波等四级了，还要 Q 我的，稍微扭一下 Q A 闪现 W A Q A Q 饼干 A A Q 这边 Q 同 Q 的同时我还可以升级，这闪现是要交的，我一波打他两波，好留眼，我哥们要杀完了呀，回W A 铁这边，我的枪还是很痛的啊！再吃个塔皮，起呗！啊！我的 Q 被打断了。丑陋啊！嘿，往上面走位。OK。我会被迫推荐，啊，好短，148，盾牌好像一个面具，嗯，像是那个兰德里的折磨的那个，不是，是兰德里的折磨。有一点点像吧，但是它这个面具上面是个另一个人的一样，不是这个脸不是一样的。
啊，你真打？这样回头躲他的 Q 啊段。不出血明，血明是辅助出的呀，我是上单判定怎么出血明。啊，你真吃啊。杀了个替死鬼。杀谁不是杀，是老鼠要到了，我建议是撤一下，老鼠要到了。哇，你很猛啊老鼠。谢谢你建模哥，老鼠怎么老是偷偷吃线，这个草里是吧，抓了。一个暴击1000多，这把他给一枪，直接把他给秒了。啊！这么幽默啊，大哥！没事没事，300块，小问题。
点了吗？怎么两个 TP 都亮了？焚天回血啊！爆！ 那一波吧。You have slain.